李白好不好？你们想玩什么？恭喜这五位小伙伴，来给大家抽奖，给舰长抽了啊！小米真无线蓝牙耳机 L2S， 给我们的大航海舰长们的一个礼物。弹幕输入欢迎上船，欢迎上船哈！舰长即可参与，一共两个，现在开始。写轻烟化雨，给你们唱个李白。大部分洋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，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，世俗到天亮。一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出，哎，怎么着？看完结局才是笑话。你看我多乖，多聪明，多么听话，多奸诈。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，是为了模仿。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？你一天一口一个心爱的对方，多么不流行的模样，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，才会有人热情买账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，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猜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，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，逗逗女孩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，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被那么多人崇拜。要是能重来，是为了模仿。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？你一天一口一个心爱的对方，多么不流行的模样，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，才会有人热情买账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，哦，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猜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，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，逗逗女孩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，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被那么多人崇拜。要是能重来，谢逍遥，水晶球，非法，别找我强势，谢旭旭。来来来，喝了这杯，还有一杯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题目，哦，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猜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题目，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，逗逗女孩。要是能重来，哦，我要看题目，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被那么多人崇拜。要是能重来，阿哲，现在状态很好，是因为开了嗓子，我录了歌的嘛，先去录歌。